这个就要认真的、仔细的听每一个频段。开心的理由我把赛的卡比较高，然后斜率没那么强，在心中寻找光的线索，就变得其实就变得很干净。开心的理由，谁还在黑暗里摸索，试图还在心中寻找光的线索，我知道谁都没有选择。大步的向前。